相亲的这位大姐呢叫王秀琴，64岁，曾经呢是一个生活非常幸福的大姐，因为她在外面呢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薪资待遇呢都很优越，在家里呢爱人呢是既能干又有才华，对她呢更是呵护有加，细心体贴，两个人呢经常一起出去旅游，因为喜欢旅游还特意呢在外地买了一套海景房，打算退休之后啊去海边养老，但是呢这些美好的规划还没来得及实现，就在2012年戛然而止。2012年王大姐的爱人因病离世，从那一天起啊大姐的世界就坍塌了。如今9年过去了，大姐说规划好的未来不仅没人和她一起去享受，反而成了自己的负担，她被困住了。她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呢？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阿姨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是不是等我半天了？等你半天了，燕燕啊，快来了，快走进屋吧，进屋，进屋聊吧。啊，家里是一楼，是不是？一楼，对，行，那咱俩进屋聊，进屋吧。哎，相亲主角王秀琴，64岁，丧偶，吉林市人，退休工资5500元，有多套住房，一个儿子已经结婚。阿姨，这屋是多大的呀？这屋57平，57平，反正就是一室一厅的吧。对，自己住也够了吧？嗯，还行吧。这孩子原来在这做买卖来的，奶茶店，现在是刚停。这刚停没多长时间，又做别的买卖去了。但是呢，我这房子我也不准备在这住了，因为我呢，在一个郊区又买个房子，完我那可能怎么样，今年差不多就搬那头去了。那咱简单进屋看一看。走吧，走吧。这家照的这样式的，也没收拾，也没咋收拾。完了，穿的东西啥我也有的都拿里头，这边也，不过也整也有点，这都是一卷一卷的，掏好掏，完了穿完了塞好塞，就是这样事儿。要多呀，一拽都拽乱套了，我就都这么整。那你还真挺特别的，你看裤子、毛衣呀、裤子是裤子，衣服是衣服，裙子是裙子啊，我都是给分类，但是也都是卷成卷的，都是卷卷都分类着。那这边正常不应该挂上吗？挂呀，这边是挂、在这边是吗？这边是裤子搁底下，往底下三上衣，我买上衣买老多了，我净喜欢短款啊，上衣买30多件，买那么多呀？以前这上班啊，特别愿意穿，但退休了这一两年，我寻思这一两年没买，因为啥？装修房没有时间了，衣服太多，原来完了没有地上，这屋原来小，我是这屋买了有4年了。4年，因为孙子在这跟前上学，我就又在学区跟前学校跟前买的房子，就为了孙上学，上完学了这房就没啥太大用去了，完就这样。我就寻思这房我也不能住啊，太小，我就买这房子，觉得50多平这房子有点小、不行，50多平太小，因为我原来住的是130的，完了那个房给儿子了，在江南，所以现在又买一个大房子，我最后又买个大的，住惯大的小的受不了，那今天就是特意是在这等我们呗，在这等你，我用这不得上市里来呀，等你们接你们完然后咱们上那个房子去看看，这边房子没法看，因为也没咋收拾，因为不想住了，完这房也不准备要了一下，那咱去那边看、好的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王秀琴的条件可是挺不错的，银行退休，孩子自己做买卖，生活是一点负担都没有，所以他现在考虑的都是怎么能让老年生活过得更有质量。市里的小房子自己住的不习惯，所以他在吉林市的郊区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，就是想给自己养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那阿姨是这样的，咱们开车来得20分钟，那你就装修的话来回也不方便吧，这边也没有班车啥的。对，因为我不会开车，就这点太不方便了。那你就平时在这装完了累了还得回市里？不得，我因为我在这嘎达我又买个老年公寓，那边的都高楼啊，就是那边的那个就是吗？对，那边的因为都装修好的，完拎包入住，买个那个完我就在那这一年就搁那待着的，搁那住，要不然回家回不了，一装修的时候就装到黑了。为了装房子又买一个房子，阿姨这房子真是没少买。还行，就是养老呗。原来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房子因为它是楼梯，楼上楼下，怕以后岁数大爬不动楼梯了情况下了，然后我就寻思，我就在那边电梯房，电梯房的话，而且那旁边有食堂，养老不用上托老所了，就把老年生活想的挺好的，打算也挺好，规划的也挺好的了。你看后来我都安铁艺呢，老多都安玻璃的，把不住。你看你上楼，你说能把住，把哪都能把。你的意思是从哪都能把到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必须得相结实点的，要不然你老了岁数大，他用。
艺品的摆的东西，就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我爱人亲自做。原来我爱人，啊，他活的时候啊，他做的。还有那边也有个根雕，都是他一个手工雕刻。还有我家茶盘、茶道，全是他会画画。完了呢，就是根雕。你要不会画，你有时候你那个你得画完了才能雕刻。在我手做的，给我做手，这一块木头，一块石方木头，给我做手，就在我手做的。照着你手做的。我手做的，是媳妇给你做一个，这永远留作纪念了。哎挺有才的，完2012年去世了，心梗，死在家里了，所以这一下打击可大了，我都没退休呢，那是，不能说不说了，天天搁单位就天天哭，单位说，哎，这咋整？天天就那事儿，出门都不知道上哪去，不敢回家，所以，哎呀，没法说。没有人管你。你说是不就得靠自己，很累，挺累的，其实我这一生很累，因为你一个人呢，你一个人你没有靠山了，你想干点啥你就得靠你自己，有些东西你干不了你整不了，完了你还得去求同学朋友，现在急需身边有个伴儿，对吗？我现在因为啥，这房子装修完了没有人了，没人住，所以说我自己也不能住，在这害怕就这么大个房子，自己还住不了，住不了，所以现在才寻思，哎呀，报你们这个节目，找个伴儿，怎么想的？要不然你说自己天天回哪儿都是一个人，再多房子没有用，就我一人认个单。对我来说，真是的，就感觉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意义了。自打老伴儿去世后，王秀琴的主心骨一下子就没了。在他的心里，有再多的钱，房子再大，又有啥意思呢？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连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他内心的孤单和无助更是没人能懂。有，我说有房子有啥都不如有人，你没有人，你有啥有什么用啊？一天一个人，你孤孤单单的，上哪去？我黑天都不敢出。这天我都不敢走，就是说搁家待就不敢出去，都害怕。你这旅游上哪出去，一个人根本就不行。上外地也是，上外地，我外地海边儿，先上那儿去住一段，自己不敢住。我那也是一上楼，恨得都没人。外地还有外地门口搁门口买一个海边买了一个房子，就寻原来寻思上那养老，后来这也没去，又搁这儿又买一个，就两头住吧。那个房子啥时候买的呀？2009年买的。呀，那这可有年头了，10多年了。那时候老伴还在呢。对对。那时候是打算就是，就是、如果老伴在的话，然后俩人去那边养老。对对，就那么寻思的。2011年装修的，就现在就搁那扔着。那一空也空了10年了，那边。我年年去一趟，每年都去一趟，我到那住一个月、俩月、半个月的，就这样，去看看，交物业费你得过去，你就交物业费去了。去的就是去的，打上一个礼拜为生，能打上完。那回一年，这回2年了没去了，那回老大了待。那一共也待不了多长时间。我净打上卫生去了，到那擦玻璃都得打上完，整干净的完我就走了。到那打扫干净了，然后再回来。我现在是啥呢？没说到哪家哪家打上卫生，到哪家这房子都是搁那闲着，就我记我的生日来就搁这边打扫，回市里收拾。要上老年公寓，我上那地方还得打扫。一天都把我累的，我就说天天给我逼劳动节。那你这是被房子困住了？困住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也寻思要溜达溜达玩一玩的。现在把这活大活干完了以后就好了。以后找个伴儿，完了有个伴儿，完了俩人出去溜达溜达哈。那你想没想过以后找一个要找啥样的呀？以后找一个吧，就是说这个人首先得善良一些，俩人吧互相包容，俩人就是说的呢脾气好点儿。最好别抽烟，不抽烟不喝酒。会开车是最好，这个是最理想的。叔叔，我来了。你好，叔叔。那我先换一下拖鞋。叔叔，你家这小拖鞋怎么都这么鲜艳呢？你看绿的、蓝的，那我看你还穿一个小粉色的。是我喜欢颜色。特别亮丽吧，就感觉一种朝气。我这屋里基本也比较亮，我这颜色基本偏蓝啊，喜欢就像蓝天大海。相亲对象童宝伦，63岁，吉林市人，离异。
退休工资3700元，有50平米两室住房一套。这是一个卧室改成的小客厅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对对 对, 对。哎呀，这屋整的还挺好的。叔叔，这还有一盆向日葵，虽然是假花，但是挺鲜艳的。哎，感觉给人带来一种那个朝气，像阳光吗？感觉颜色也好看。嗯，鲜黄的颜色，应该是浅黄颜色，往屋里一放，我想肯定能给人带来一种精气神。然后叔叔，我发现你家色彩这个搭配挺浓烈，抬头一看，蓝天白云的。是是是，他妈有的来，咱说你家整蓝天白云跟别人家不一样哈。啊。很少有家那个跟这一样，就蓝天白云感觉有点就是蓝天特别宽广，哎，给人的心情也舒畅，是不是？心情不那么抑郁了，是吧？不那么压抑。嗯，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周边这个小圆圈，这个我能理解为它是筒灯吗？对对对对，这个就要那感觉，就是也有的那个朋友来看，哎，你家这筒灯，它。我们仔细看真以为是其实也是自己画的。嗯，是自己画。为啥要画这些呀？就是感觉那个有筒灯那个效果比那个没有要好。然后我发现你家这个灯最特别啊。我把那个上面灯都给卸了，灯罩啊，感觉还没有灯罩更好看。有灯罩一个一个感觉闷，就是不那么透亮。但是你这个灯挺特别呀，啊，我看看有那种就不同种类的节能灯合在一起了，这是，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为了省点电啊，为了省电呢。啊，对对对。但是还挺艺术的感觉。是，感觉屋里边看看哪都比较舒服。嗯，哎，心情还可以。就是为了让心情舒服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我发现家里这么多画和书法，这都是您画的吗？对对对，这是拿破仑。嗯，这是拿破仑，世界名画。再说拿破仑这幅画吧，嗯，感觉给人感觉挺有气势，整个调属于暖调。这还有书法。书法是我是那个后期就想往这方面悟一悟，我就喜欢这句话。这句话是气和春浩荡，心静梦舒长，就是说，人的一生如果要是气和，就像春天那个浩荡一样，心情也好。嗯，心要静呢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就是以前吧，我有时候事业不太顺利，嗯，哎，心情也不好，有时候也急躁，嗯。一个人本身就是情绪吧，就不是说那么太，应该说，跟正常人吧，好像是多少有点区别。就是一个人高兴不起来，没什么高兴事儿，所以说一个人就是没事画点画，写点书法，就是说给自己陶冶一下情操吧。童宝伦不仅喜欢画画，而且还爱好书法，家里的装饰更是色彩明亮。按理说他的心态应该是挺阳光的，可是他画里画外都表示一个人高兴不起来，自己做这些都是为了能让心情更好一点，这又是咋回事呢？我离婚时间比较早，就是原来下岗失业，一年两年看不着钱，挣点钱说心里话那一年花销不够，不够养家，不够，就是说一个月20来天能，甚至说2-3个月能接点活，就说雕塑。嗯，哎，但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想想别的出路，再没钱。嗯，如果外面有什么招力工呢，招就是出力的啊，嗯，也不想干，也没想就是离开美术，啊，就想要坚持这个，哎。对对对对，几乎就是今天能挣，可能明天就挣不着。哎，不像说有固定工作了，嗯，所以这个也影响婚姻了。是是是，自己就是有时候心情也是挺压抑的。啊，以前吧都是，应该说是稀里糊涂吧，没有稳定收入。再说我以前还有个男孩，一般女同志都一听都，也就不同意了，因为一听男孩没结婚没有负担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以前我也是基本没怎么太找。嗯，哎，那负担也挺重，有男孩。 是特别是没结婚。对对对，嗯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那小孩前年脑瘤走了，25岁，打击挺大吧。是是是。曾经失败的婚姻让童宝伦一度消沉，这么多年为了生计四处奔波，也让他吃了不少的苦。
本以为熬到退休这日子总算能见亮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三年前年仅25岁的儿子突然患病离世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。从那儿以后，他越来越压抑，待在自己50平米的小房子里，感觉整个人都透不过气来。他不禁在内心中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，那就是要住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子。这房说心里话，我都住30多年了，所以说感觉住这小屋吧，感觉总感觉有点压抑。就是说，即使是咱买不起大房子，可以租嘛。租还是没有，租都可以，对，就是不想在小房子里。是是是。那如果找另外一半的话，对方有大房子更好。对对，那就不用买了，或者不用租了。嗯，是不是？看看，应该说运气吧，是吧？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样的，对对对对，顺其自然。走吧，叔叔，到了，阿姨。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佟宝伦叔叔，这个是王秀琴阿姨。你好，来进屋吧。进屋啊，行。太瘦，就是形象方面我倒不是要求怎么好看呢。嗯。太瘦就感觉好像是没有安全感。第一印象嘛，有啥的个矮，还感觉还算行。这就阿姨家了，嗯，这是二楼是不是啊？二楼。一上来挺敞亮的是吧？看看这是阿姨的一些爱好。都属于跟调，这都属于跟调，那个也是啊。那叔叔挺懂啊。我朋友不少搞跟调的，所以我要搞我也可以搞。你也整啊？啊，我也是吗？你可以做呀，挺好。原来想鸟了？没有，但是我喜欢，就是说的，摆设就想了啊。啊。喜欢鸟笼子了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跟调的这些，书包了这些东西。顶上可以给它长的树叶，像大树似的。嗯嗯。是吧？但是现在我了这。一人的想象不知道啊，但人多了才能想象，整这整那的是不？可以给人种白桦树，白桦树搁屋里边那也挺好，对，也挺好啊，那不是亮堂？对，那都挺好的。其实我也寻思，我说你看爱好有点挺相像的哈，我也挺喜欢你画画，也都挺好的。三楼就卧室呗，三楼就卧室，这是榻榻米啊，这楼上就是卧室。行，这地点啥离市区挺近，是不挺近？挺近，10分钟，我从铁东过来就10分钟，从松江过来吧20分钟。这边空气没有江南好吧？比江南好，因为它是山区，啊，比市里都凉快好几度，空气也好。完，我这个地方喝的是井水，就属于矿泉水。啊，这个地方两样水，一个是温泉水，一个是矿泉水。就寻思晚年了，搁这都待着挺清静的，是不是？我也喜欢静，我原来准备上郊区想租个房。住过院，养点鸡鸭鹅狗啥的，是哎，种点菜，这也挺好啊，吃点绿色食品，对对对，是吧？这其实老人应该有这个想法是对的，空气好，对，完了咱水喝着好一些，对，哎，对自己再种点菜，完种菜你就锻炼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锻炼。阿姨也有这种想法。我也总种，我家市里一楼后院也有地，我这旁边也能种。楼上楼下这一顿参观，王秀琴的家还真不是一般的宽敞。要说这条件肯定是符合了佟宝伦对房子的要求，但是对于王秀琴来说，这个房子也只是晚年规划里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装修房没地方住，我就那个又买一个那个老年公寓，在那地上，天天就是旁边都是一开门都认识，哪儿都有唠嗑。那边多少平？那边42平，42、42多平。一室一厅啊。一室没厅，没厅，他就一室一个卫生间，不让你做饭。他那屋就是用电还行。那边食堂啥的？他旁边就食堂。旁边是？旁边是食堂。哎，这要老了在那也挺好啊。对呀，老了就不用上托老所了，这个就直接你就是买的就一步到位了。我就是怕啥？怕老了这楼梯我爬不了。我寻思要在这住养老的话，你楼梯爬不动了呢，那个累着电梯楼。我买的还是二楼。想挺长远。老年公寓。感觉老年公寓离我还挺遥远。那个有什么遥远的？那个公寓就属于啥呢？就是说的，一层楼我们一层楼18家，19家，就是说你要在那住，有点啥事儿，你一开门就是都有人，邻居都有人，有点啥事儿，挺好的，说话唠嗑了，各方面都挺好的。我就是不太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。看得出来，王秀琴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，
房子再大自己也是不敢住，他害怕孤独，更害怕一个人面对漆黑的漫漫长夜，所以他喜欢人多热闹的公寓式养老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的想法却引来了佟宝伦的反对。那么自己辛辛苦苦为晚年做的规划，到了佟宝伦这儿咋就不行了呢？叔叔为啥那么抗拒？刚刚说抗拒和老年人一起住啊，都不愿意跟老年人。因为我跟学生在一起时间比较大，最近几年几乎跟学生在一起，愿意跟小孩在一起。跟小孩在一起。我这还有朋友五十岁，嗯，一天找我逛街，我喜欢跟这样在一起，我感觉我跟他一边大。那你找朋友也没心找小的 啊？你没找朋友也没心找小的，找这个找对象这个顺其自然吧。找小的好像没有安全感。也想过。也想过。但是，安全感感觉不大。那你想找比你大的呢？有安全感还是？是这个呢，安全感肯定是有。那是那肯定有安全感。比你大的你感觉有安全感。是。安全感，那你寻思找比你大几岁能有安全感呢？大个三岁，几岁？三岁不行，三岁接受不了。咋的呢？太大了。你都不愿意找老的。联系过，条件也是很不错。感觉太大不行，所以就没啥感觉，这样在一起。那像阿姨这种比你大一岁的呢？一岁可以考虑。一岁就算同龄了，是不？对，基本没差啥。反正我跟我们同学同龄人比，肯定比他们年轻。就装修这房子老累了，没说付出老多了，那脏了，你身体不好有病，你根本都干不了，都张罗不了。我身体状况挺好，没有什么那个一些病啥的没有。年龄我想不是问题，我想他要是特别理解我，就得比他长得再丑，条件再差，我都可以考虑，我都可以认可。关键得理解我没小孩儿，这点必须得找一个理解我。孩子怎么整的？我就小孩儿是前年得脑瘤走了。哎呀，多大呀？25岁。别想了，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你原来跟你在一起的啊？他户口就是说，原来跟他姥从小就是说判给他妈了嘛。跟他妈也没管。跟他姥在一起，没人管。哎，我拿生活费。哦。然后我不是下岗失业了吗？我也没法管他呀。主要是后期可能是他自己上南方闯。可能也没闯明白。估计可能是着急上火。你说我得这个病？得那个病。挺可怜的，孩子还。你小孩还挺大了。孩子今年40了，孙子也都挺大了，初二了。初二。下半年初三。我说有的给我介绍，现在都看孙子呢。我这不看孙子，我这我家儿子，我49岁，我家儿子那个就结婚就有孩子，就有孙子，没有负担了，没有负担。我就天天就我自己，就是一天就顾自己，谁也不用管。儿子他们我也不管，他们也在吉林市住。因为佟宝伦提到了安全感，王秀琴觉得自己能够体会他的心情。因此当佟宝伦说自己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时，王秀琴没在意。佟宝伦说不想找有家庭牵扯的老伴时，王秀琴也表明说自己没负担。可是接下来佟宝伦又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这次王大姐却有点接受不了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对方如果要不计较的话，就是说我一月怎么还得存点，就是说这方面如果要是能认可的话，别的好像就没啥问题。有子女的好像还能好点，我这所说的只能靠自己。因为我原来就是没存什么钱，要原来存那就无所谓了，找个对象就是他条件不好那我也干，那花那钱想好了。那一个月自己打算存多少啊？2000吧，一个月。我现在就需要2000。工资是3700多。对。那如果自己存2000的话，可能1700多，我一个人也基本就够，花不了。我也不抽烟，酒也是喝也喝不了多，不咋喝，
因为我比较重养生嘛。但是叔叔你想没想过呀，你3700块钱你自己存2000，剩下就是1700，是自己现在一个人是够花了，但是以后找伴儿了这个事你想没想过呀？对，就对方要拿也够了，对方拿1000就2700，正常来讲我四里边什么费是足够的。但是肯定是接受不了，就不说那点的，我就不行。行，那就考虑考虑，嗯，是吧？对，考虑考虑。再一个话说回来，他对我一心，我不可能对他不好啊，我也没地方分心呢，是不是啊？不像有小孩，比如说我有5万，小孩那边要我给拿1万，我这没人拿呀。除了对我好的话，我的钱也就是我们俩人的钱，对吧？你搁我这嘛，只不过在我这放着呗。有事儿了，你对我特别好，我能还留着吗？你那边需要我能不拿吗？对不对？那都无所谓，其实你存点钱都行。但你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存2000，你要有俩人你再存2000，这个生活费是不是感觉有点干啥？有点儿。你就像说你那时候，那我就少存点，我存1000，也是那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感觉不行，我不差这钱。但是呢，你这么说让人不舒服，那自己我就心里当时就想。这个不是我想要的，俩人想过日子，俩人就讲话了，别分心眼，我不愿意分心眼，那过很累，那还过啥了，分心眼就别过了，是不是？得信任问题，所以觉得两个人不合适。不合适。那行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，行不行啊？其实我发现啊，王大姐是个胆子很小的人，即使有好几套房子，自己一个人呢也不敢住。她经济条件好，不计较钱财，真心实意呢想给自己找一个依靠。但是所说真心实意，不就是不能留自己的心眼吗？得让人感到真诚。而童大哥呢，想去住大姐家的房子，但是呢每个月呢还得给自己存2000块钱，多一点都不付出，这让谁听了心里都会觉得不舒服。但是呢咱也知道童大哥呢是因为孩子走了，觉得自己到老了没有了依靠，这才想给自己啊多攒点钱以备呢不时之需。其实呢这也是没有安全感，大哥大姐呢都不容易，今天呢他们没成，咱们呢就继续再帮着找。